我们走在同一个世界，我们路过不同的风景，路在脚下，心就在远方。欢迎收看 Phantom 4 Pro 教学视频，让我们一起进入飞翔的世界。取出飞行器，放置在水平地面，根据颜色安装好桨叶。 Phantom 4 Pro 推出的高配版遥控器无需使用连接线，自带的显示屏清晰度更高，画面也更顺畅。用短按一次再长按一次的方式开启遥控器和飞行器电源，进入 DJI Go App。 首次使用我们需要联网并且激活飞行器，激活完成后点击进入相机界面，检查飞行器状态列表正常后，将两个摇杆同时下拉到底部，向内摆动，桨叶转动后向上轻推左侧摇杆即可起飞。下面我们以默认的美国手为例进行演示。起飞后摆动左边的摇杆，可以控制飞行器的升降顺逆时针旋转。右边的摇杆则控制飞机的前后和左右运动。降落时，将左边的摇杆下拉到底部，即可完成降落。采用自动降落时，飞机的下视传感器自动进行地形检测，以保证飞行器安全平稳降落。在 DJI Go App 中点击进入编辑器，选择需要的图片、视频进行编辑。你还可以用滤镜、音乐和视频模板进行美化。点击 App 右上角就能导入本地照片和视频。编辑完成后可以上传到 DJI 社区、微博、微信朋友圈、Facebook 等多种平台。这就是新一代的 Phantom 4 Pro 首次使用指南。感谢您的收看。